My name is Steve from Team Get Good Gerry. In the electric ambience of the 2004 San Miguel Asian Tour in Taipei, Taiwan, two Filipino masters, Efren the magician Reyes and Warren Kiamco, faced off in a nerve-jangling race to 11 for the coveted qualifying round. The air was thick with anticipation as these pool virtuosos prepared to unleash their prowess on the pristine table. The clash promised not just a spectacle of skill but a uniquely Filipino showdown, adding an extra layer of intrigue to the high-stakes battle unfolding in the dimly lit arena. With each great shot, the crowd braced for a chapter in billiards history, where national pride and individual brilliance collided in a mesmerizing dance of cue mastery. Let's watch their greatness.虽然说我们这个比赛是从2点开始啊，但是他们早上这个从中午这个12点开始就一直练球，练到刚刚啊，为了应付这个这一场的这个准决赛啊，这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精神是相当的这个伟大啊，所以说人家的这个球打得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我想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啊，这个其他地区的这些选手来学习啊。是，台面上只剩下四个子球。好，这我们看到他的五号球做的不大理想啊。好，看看推杆啊，这个我们看他好像还稍微有点抬高杆尾的样子，哇！ 拉杆做两颗星啊，但是好像有点过头了啊，所以说刚刚的这个四号做五号啊，这个就是。Warren Kiamco is a Filipino professional pool player from Cebu. He is known for his performanc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Asian Games. Kiamco was a runner-up in three events of the Asian nine-ball tour but never a champion. Warren Kiamco, 38, defeated Efren Reyes, 11-6, and won 400,000 pesos top cash prize in the first Senate President Manny Villa Cup billiards tournament on May 10, 2008, at Muntinlupa Metro Manila. 好，那么现在提亚姆口啊，这个当然了，台面上剩下六颗球，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可以上场啊，所以看看这个球解的怎么样。哦，好球，哇、哦，哎呀，可惜了啊，差点解禁啊，非常可惜。像这种长颗星的解球啊，这当然了，运气好的话，当然是有机会解禁啊，当然。 谁也不敢讲说这种解球100%一定解禁啊，但是当然就是尽力来解球啊。像刚刚Kiamco解的那个角度已经解得蛮漂亮的了。九号球做得非常好打。好，那么第二局当然是轮到了这个Kiamco的冲球啊，也不错哦。 今天周裁判排出来的球好像都很好冲哎。<笑>对，我们看到也是一样进了三颗球啊。 三号球好像，我们看看底带啊，这个右下角底带或者是中带啊，我们看它好像保中带的样子，哦，要打吊球，看看有没有吊到啊，跑出来了啊，没吊到。好，虽然说没有吊到球，不过现在这个球啊，这个如果是要保底带是不大可能啊。那当然了，这个球有机会来灌这个底带啊。 如果说灌底带定杆，刚刚好可以做到四号球啊，所以说看看 Efren 会不会来灌底带。果然没错啊，灌底带好球。为什么说这个 Efren 这个球会来灌底带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目标球的位置跟这个母球的位置啊，这个我们现在重看一次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这个颗星的一个。 一个公式来讲，刚刚好是一个公式啊，这个等于说是一个中杆啊，中杆打击的一个公式啊，这个一颗星的公式，刚刚好就是说，在过中带的这个点啊，刚刚好是一个公式。好，现在看看这个六号球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进啊，大家看应该是来打个六九了，好打进。 我想这些也蛮值得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不管你是选手或者是喜欢打球球友来学习，就是多看比赛。对，好，我们看 Efren 的冲球啊。
刚刚的这个自由球让我想到了这个下一场会上场的这个泰国的乔乔网。 他刚如果是乔乔网碰到刚刚那种情形，说不定直接就是19了。对，没错，这个让我们想到昨天的这个走捷径啊，走得相当快。而且我想教练也提到 ，Did you know? Made $80,000 in 8 weeks after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tart of his career, Reyes had been competing in the Philippines only and had no exposure internationally. In the 1980s, he reloc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hustle in 1984. It was not that easy for Reyes 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did not know several people. In a few weeks, Reyes had made a huge sum of money by winning several tournaments. He made $80,000 in a few week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made him a folk hero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a power. 这没有问题，这球一定要下高杆啊！好，我们看他选择了拉杆啊，拉杆左塞，先碰右边的颗星，好球啊！先碰了右边的颗星，所以说一定要下左塞。欢迎花式撞球的球迷朋友们，关心花式撞球的球迷朋友们带来现场直播。 好，冲球，我们看到五号球进了中袋，但是一号球的前面被八号球给挡住了。好，我们重看一次，这个三号球进了中袋，然后这个八号球挡住了一号球的包球路线。 打个组合球，我们看他组合球的方式是不是直接 kiss 啊，而是用这个一颗星啊，这个一号球碰一颗星，把八号球给碰进。好，这样子一来啊，这个有机会这个保住发球局，然后跟 Efren 打成平手。那教练刚才这个 18的这个组合球，用一号先去碰一颗星，再来碰八号球，是不是比一号直接去碰八号进的几率来的大？对，这个几率高得多啊，成功率高得多。6号球在画面的最下方，好，现在最靠近右下角底带这个。 对，这个碰一颗星弹出来就好了啊，这不需要勉强说拉杆拉到下面。啊，也是一样，碰一颗星回去。下，我们看他完全没有下塞啊，这直接这个推杆一颗星回去。 这也是 Kiamco 他在比赛当中常做的一件事情，非常小心啊。对，免得因为这个球必须要拉杆啊，这个必须要使力，那怕这个球跳出来。对，在规则里面来说呢，球如果跑出来的话，当然就是势头没有打进。对，如果说跑回台面的话，那是蛮冤枉的。 保住发球局。 好，一号球进了中袋，然后我们看到四号球也进了，进了两颗球。那么现在的目标球是二号球。好，二号球啊，好像刚刚好可以从，啊，没错啊，刚刚好可以过。
好，拉杆一颗星回去，做到三号球。 推杆一颗星做五号球，不晓得是做中带做底带，好像突然这个力道走到一半，好，拔中带母球一颗星，这个弹回来，我们看他下的左塞啊，这个哇会不会跑太远了，稍微跑远了啊，好两颗星出来，这个可能。 可能这个七号球会变成一个薄球了啊。好，打进两颗星出来啊，这七号球变成一个薄球。来看看横台的结果怎么样？对，我们看他选择刹车球啊，这低杆刹车球。对，因为为什么会选择刹车球啊？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球台的袋口蛮大的啊，这个几乎是两颗多啊，2.2的这个袋口。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是采取这个比利时的这个86。好 ，Kiamco 的冲球哦。 进了三颗球，但是我们看到 Kiamco 好像伸出了一个无奈的一个手势，是不是？是不是二号球位置不大理想？我们待会来仔细看看二号球的位置在哪里。好，我们看到冲进的球，一号、六号，还有五号、一五六三颗球。 但是二号球好，这个二号球掉球，怪不得这个 Kiamco 啊，这个表现了一个相当无奈的样子。好，看看是不是能够打到整颗球啊？好，可以打到整颗球，但是薄球保底带的点是打不到啊，所以说看看 Efren 这球考虑怎么样？当然，这球灌底带的话是有风险啊，因为。 因为这个八号球啊，这个稍微有挡住一点点。哎，Efren，那不打了啊！哎，这个球要做安全球也不大好做。嗯，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Efren也在找，<笑>是不是巧克不见了？哎，结果没打到。 哇哦！哇，这球竟然没打到，这个有点让我们想象不到。对，他可能是想拔中带啊，结果没有打到球。哇，这个球没打到，实在是有点奇怪啊。这个球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打的球，结果没拔到。这样子 ，Efren Reyes 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号球打进之后，下一个目标球是7号，然后就是9号球了。对，这个台面的球实在是太少了啊。这个、Did you know? Efren played and won his first money match at the age of 9. Living at his uncle's pool hall, Efren Reyes developed more interest in the game. He was not that tall to reach out on top of the pool tables to play. Reyes used to stand on top of the Coca-Cola cases which he moved around in the hall. He became more skilled in playing the pool game at a very tender age. He started gambling at a young age due to his frequent presence at the hall. 好，看一号球进了中带，母球进了底带。好，这样子一来啊，这礼尚往来，现在自由球给了 Kiamco。 好，打二号球推杆。四号球，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说前面有个六号球，但是我想这个底带应该是还可以过。
有一点点角度，五号球呢在上方。对，这个靠滑垒没有关系啊，我们看他打得蛮准的哦，这个球还空心进袋。在后面穿着黄色上衣的呢，就是泰国队的这个来自于英国的这个撞球教练。对，这一次我想这个应该是蛮高兴的啊，这个不用担心说回去这个回到泰国以后啊，这个合约被解除，因为乔乔网起码都已经拿到前四名了。对，这个我想大概对他们对这个泰国的选手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我想同样的，那么对于这次参赛人数最多的台湾选手来讲呢，在最后的这个四强的名单当中呢，没有一位任何的台湾选手，我想这个对台湾选手来讲应该是要蛮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直到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观众席当中好像还没有台湾选手来观战。对，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碰到这种情形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啊，来观察一下这个像这个菲律宾选手的一个对战组合啊，这个都是值得我们相当好的一个这个学习对象。嗯哼。而且我想世界杯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么如果说能够比完以后跟朋友们小聚一下打个撞球，其实也是蛮赏心悦目愉快的一件事。对，这个当然这个撞球不一定说要人人打得好啊，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消遣啊，这也是相当愉快的一件事情。然后偶尔跟朋友赌一赌啤酒啊，也是不错的。对，好，我们看到这次的冲球一号球进了，但是二号球啊的直接进攻好像有点困难，要不要来灌中袋？好，选择吊球。我们看到的钓到的球呢，利用四号、八号、五号这三个球呢，组成了一个联合的这个障碍。好，看看 FN 啊，这个考虑怎么解？解长颗星。长台一颗星解球，解得非常的轻，刚刚好碰到，哇，今天反吊球，哇，非常可怕，这颗星的准确啊。所以说啊，这个在赛前的一个这个充分的练习啊，那么当然了，你就能够对这个台步的速度以及这个颗星的这个弹性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了解，那么当然呢，在比赛的时候就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结果啊，枪口没解到球，没解到球的话，这个球不晓得这个六号球啊，不晓得有没有挡住啊？如果挡住的话，当然呢，这个就二号球就要进攻就比较困难了。好像要继续吊球的样子。对，好，继续吊球，哇，二号球不要进了。哦，这个球可能不太好解吧，教练。嘿，相当难解啊。好，还是有路线啊，这个球看看解这个下方的颗星啊，然后三颗星回去啊，这个我想可能有这个路线啊。换句话说，第三个颗星是碰到右边啊，然后再下去。我们看他只选择直接一颗星啊，直接一颗星的话，可能是要横抬两颗星啊。哎呀，差很多啊，差了蛮多的。好，已经两次犯规了。
但是我想大概现在也没有吊球的必要了。对，这个球都散了啊。好，小小的拉杆，做三号球的中带，然后轻轻的推杆啊，就可以做到四号球底带。好，四号球的底带。五号球做中带啊，角度蛮大的。这个换句话说啊，这个必须要打个拉杆啊，先碰上方的颗星再弹回来。好，拉杆碰上方的颗星，母球弹了回来。我们看看，应该是弹到台边了。好，没错，弹到台边，刚刚好做到这个六号球推杆一颗星出来，七号球同一个带。当然了，八号球可以考虑来做中带啊。换句话说，母球啊拉杆一颗星回去做中带。哎，力道又轻了，我们看来正在做鬼脸，力道稍微轻了一点点。好，这个推杆啊，这个看看，哇，角度蛮大的啊，角度蛮大的话，可能要轻轻的打进啊，做了稍微远一点点呢、啊。我想这个球。有没有这个需要绕球台？好，最后还是选择绕球台啊。这个可能是坐得太远，可能是没有把握，还是坐近一点比较好。毕竟已经五十岁了啊。盖好以前，赶快多多的来宣扬一下。好，那么现在轮到了 Efren 的冲球。好，我们看到七号球已经进了啊。那么，哇，一号球做二号球有点难度了啊。嗯好，我们看到七号球是直接近带啊，一号球滚到了台边啊，形成一个角度相当大的一个薄球。那当然了，这个虽然说二号球在带口，但是有个八号球啊，这个阻碍了一个做球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到下右塞啊，拉杆回去哦，这个右塞拉杆拉得相当的漂亮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右塞拉杆。像这种犀利的杆法啊，这个像有很多的这个球友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出来啊，这种犀利的杆法。那想要打出这种犀利的杆法，教练除了苦练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对，最主要啊，最主要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球杆的这个拉杆的这个程度啊，这个下塞的这个程度啊，有相当大的一个把握啊。这个因为每一只球杆啊，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球杆的这个犀利度都不大一样啊。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球杆了解的话啊，而且对于这种下塞的一个准度的调整啊，这个非常熟悉的话，当然像打刚刚那种球就有十足的把握。那在这边还想请教的，我想也是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们一个相当关心的问题，在这边想请教教练，就是是不是贵的球杆一定是好球杆呢？哎，这倒不一定啊，这个倒不一定。我们可以从这个 Efren 所拿的球杆就可以来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你看到他这个拿的这个球杆是菲律宾的工厂做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前节却是另外一只球杆的前节啊。嗯、那么当然了，他这个球杆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啊。这个球杆相当的直啊，而且重量也没有说像一般人所谣传的说它的球杆很重啊，其实也没有啊，这个也差不多是不到，应该是不到二十盎司啊。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说，而且它这个球杆也是蛮直的啊，虽然说前节是不同的球杆，但是这个母球的这个旋转是相当足够的。哎呦，Kiamco、看看的冲球，你看这带口有多大？对，两个球一起进啊，并排进带。待会如果有重播画面，大家不妨看一下，注意看一下这个中带，看一下八号跟六号。好，哦，一起进带啊。好，一号球底带的薄球，哦，花里花进，
好球做到了中带，好角度不错啊，直接拉杆就可以做到三号左边的三号球。 好，拉杆回来，哇，好像太直了啊！太直的话，可能会定杆，或者是说拉一点点啊。好，打个定杆啊，这个因为你太直的话，这个抹球不容易离开台边啊。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这个子球角度尽量做大一点啊，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啊，就像现在这样子啊，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球。 好，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啊，这个节奏相当的快啊。嗯，这个这不管是进攻啊，而且这个防守啊，这个虽然说也有防守，可是这个防。那么不晓得在这次预赛的这些选手当中，有没有人是信佛教，在比赛之前有没有去烧香，拜托佛祖保佑他这次能拿冠军？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冲球一号球进了，那么二号球不晓得可不可以打进啊？ 好，那一号球进了中带，二号球的旁边有个七号球啊，这个我们这样子看还看不大清楚，不晓得可不可以过啊？待会看看有没有特写镜头。好，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可以过啊，应该是可以过。三号球在球台的上方，想拉一点点回去啊，这个也不勉强说拉到球台的上方啊，这做成一个角度可以打就可以了。 当然，四号球可以来做中带，也可以做底带啊。我想做中带是比较容易一点。好，选择做底带啊。这个因为如果说打中带的话，可能必须要打刹车球啊，所以说他干脆就推杆一颗星弹出来做底带。五号球，哇，这四号球太直了啊！五号球在球台的下方右边啊，这个袋口被九号球给挡住了。 看看，要么你就打做组合球，要么就是拉杆拉到这个五号球的下面啊。哎呦，还可以拉到右边来，哦，我们刚刚看了好像感觉上太直了啊。那么它可以拉到右边，当然了，这个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带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说这个打这个我们过去常提到的这个片带的一个杆法啊。 这个越大动的这个球台呢啊，当然你打片带就越容易啊。对。那么打片带越容易的话，当然你这个母球可以伸缩的范围就更大了。九号球很精彩，有立志想要当选手，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每天的练球最起码要五个小时以上啊。但是你等到你的一切的这个技术都已经纯熟了之后啊，这个其实你每天两个小时啊，就能够已经达到一个就是说保持一个每天都能够一个正常的状态，不会说啊这个突然这个。 突然那软杆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其实我想到了一个某一个程度之后，每天两个小时就已经够了。是，好，这次对这个 Kiamco 的冲球它都不理想，怎么搞的？没有球进。好，那么现在哎打个吊球啊，因为这个球二号球也不大好做球，所以说这个 Efren 打个吊球，但是哎有没有吊到呢？ 这盘球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球都集中在右下角，看起来好像蛮复杂的球形。好，这个没有完全掉到啊，所以说一个左塞舵杆。好，打到一号球灌了下来，会进哦。有机会进哦。哎，进了，<笑>有意思。我想应该不是他的本意吧？对，个左塞舵杆，这个竟然把一号球给灌进。好，再看一次啊，这是一个左塞舵杆。 所以这个球是圆的啊，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好，二号球在球台的下方，哇，这由南到北。
哎呀，好可惜啊！对，这个球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要来打组合球啊，很可惜。好，<笑>留下了一个底带的机会。好，我们看啊，我想他是故意要打的啊，故意要打这个组合球，很可惜不够准。好，这个像这种。 带口蛮大的这种球台，对Efren来讲是如鱼得水，一点没错。对，这母球可以充分的发挥啊，这个不用担心说子球，这个受到这个带口小的限制。哎。 是不是太轻了？可不可以过呢？啊，刚刚做成吊球了啊！嗯，哎，不过还好啊，还好这个四号球是在带口啊，所以说一颗星啊，这个右塞一颗星啊，这个把它给解禁。好。 一颗星啊，这个拉回去。好，碰一颗星拉回去啊，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碰一颗星拉回去啊？因为八号球在下面啊，你七号球一定要做一个角度。好，推杆啊，下点右塞。 哇，这样子 ，Kiamco 真的是雪上加霜，差距越来越大。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我们来看看呢，目前 Efren 的冲球。好，一号球啊，又进了中袋母球，哇，跑到了上方啊，这次母球没有控制好，二号球啊，停留在这个发球区这个地方。 所以说现在母球距离二号球哇，不但远，而且还吊球了啊，已经要打 push 了，哎，好，把六号球也打下来。好 ，Kiamco， 我想这个球应该会自己来打啊，因为这个球第一个母球也没有贴着台边啊，应该是自己来做安全球。 做个简单的吊球，看看有没有吊到。哎，力量太大了啊，跑出来了，嘿嘿，苦笑。好，反观 Efren 啊，你看看这个力数多好啊，形成吊球。对，今天在他练球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在跟教练在旁边看他练球的这个整个过程。 他一直在练习这个吊球的这个力量。对，没错啊，这力道非常的重要。哎呀，哎，会不会有机会？还是没有。<笑>这样子一来，哇，差距越来越大。嘿嘿，这 Kiamco 碰到 Efren 好像就吃瘪了啊。 还是跟我们以前谈到的一样，很多选手呢，包括菲律宾选手在内，碰到了 Efren Reyes， 自费武功两成，<笑>自己先打了一个折扣。对，我以我的感觉是不止两成啊，这个几乎是一半以上。Warren Kiamco 在第一轮的比赛的时候呢，碰上了来自于新加坡的选手洪文礼。那场比赛呢，最后的 Kiamco 是以9-6获胜。第二轮比赛打败了安当，同样的是来自于菲律宾。 Efren 每一颗球的做球啊，都是非常的流畅。
9号球，这一打进选手呢，吴佳庆是在八强当中硕果仅存的台湾选手。不过在前面一场比赛里面呢，也是以8-9一局之差输给了泰国选手查查瓦。好，Kiamco的冲球啊，但是母球好像控制的不大理想。 好，这个母球是被这个5号球给撞到了球台的上方啊。1号球，哇，这个进攻也是蛮困难的。好，看看是不是来做个吊球，保底带，是不是还有角度可以保呢？ 从这样子看的话，好像还可以保底带啊，但是非常的薄，母球可能会跑很远。拼了，哎，拼的，好，母球碰到了3号球，那么这样子2号球留下一个远球。好，这个也不需要拉太多啊，这个拉一点点就够了。 哎呀，准度不够啊！这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球太远了啊，准度不够。哇，这样子一来，就会越差越多。这局如果 Efren Reyes 再拿下来的话，魔术师就停牌了。对，好，我们看来也不勉强啊。这个3号球做成一个可以保球的角度。 好，这可能要来回2颗星了啊，让母球回到球台中央。啊，有可能会做到中袋，可能角度看看啊，再看看是什么这个角度啊，因为6号球在下面啊，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是什么角度。母球，好啊，这个角度不够大啊，这只能够轻轻的推到台边了。好，轻轻的推到台边，哎呦，母球怎么贴住台边了？贴住台边有没有影响呢？啊，还是没有影响，还是打进。 角度蛮大的啊，角度蛮大的话就必须要横抬2颗星了啊，左塞拉杆横抬2颗星，好，2颗星下来啊，力道稍微轻了，这照理讲这个球应该可以打用力一点，是，摇摇头，好，还好啊，这个球不算难打，下左塞把它勾进。 撞球博士张文敏教练，另外呢，我是常富宁。我们看到呢，现在10-4领先的 Efren Reyes 还有冲球的机会，比赛会不会就此结束呢？看看这些冲球。哎，1号球竟然会进这边的带，这个非常的奥妙。是，我们看到1号球碰到了中带之后啊。 再碰到5号球，然后呢啊，弹进了底带，这样子一来，看看这个比赛是不是有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而且还有可能打到6号就结束。对，好，小拉点点，拉到左边来。哎，角度是不是太小了？够不过大呢？过来研究一下啊，角度太小的话，就只能够来做这个6号球直接进带啊。好，最后还是选择啊，这个中杆推杆啊，这增加角度，横抬过来，最后一个组合球。果然是6球。